水面上，在那里。 去把他们支开，不要说这里还有别人，听懂了就点头。是娜莎吗？这么晚了，你在湖里干嘛？在这么深的水里找，公主是故意把你支开，又想趁机逃走吧？好了，快点回去看着她，让她别再乱跑。最近又有潜行者混进王城。 外面已经有贵族遇害了，别碰。 真想帮忙。 就不要对任何人说今晚见过我。 如果我不答应呢？ 恐怕在那之前，你已经没机会开口了。 我只负责把你带出来，我们已经了清了。你对陌生人的期望过高了，没有必要。我们很快就会分道扬镳。 第二重要的是。 我叫齐玉，娜莎这个名字就很特别吗？先说好，我只走到下面的第三个路口。 好吃就够了，不需要知道是什么。那是沙鼠，城外到处都是。你刚才吃的也是。这是做饭的香料，一般撒在熟肉上。 那是魂灯，等王宫里死人了再说。这款式可是和公主戴过的那个一样，得要这个是吧？你不是服侍公主的侍女吗？难道不知道？王城里都在流传，公主拥有一个神明赐予的星。 这颗心必有着飞罗斯星万世长存，人们永生不老。
所以和公主有关的东西自然也就流行了。在那里追。多受几次伤，你也可以。爬树摔下来，那看到了吗？既然不喜欢王宫，不如趁现在这个机会，一走了之。你不是侍女吧？公主出逃，如果落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上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想去什么地方？看海。很久没有听到有人说想看海了。以后有机会，你会看到的。报得不错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这里也已经是第三个路口了。公主殿下，你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当年送你的那条小鱼还在吗？我刚才看到你们了，是他吗？嗯。怎么没动手？还不是时候。你以前从来不会犹豫。西域，你想清楚，她不是以前那个女孩，你也早就不是什么海神了。你上了年纪，
话也多了。火种就要熄灭了，你还剩多少时间？这是利莫里亚最后的机会。但他的力量还没复苏，对自己的情况也一无所知。现在贸然动手，只会打草惊蛇，引起王室提防。别忘了，我们需要的是一颗完整的海神之心，他必须心甘情愿把心奉上。那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他喜欢小沙鼠，我想带他去城外抓小沙鼠。殿下，这件礼服您喜欢吗？过于庄重了，再看看这件呢。我的公主啊，再过几天就是你的成人礼了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在乎？一起走。我会再回来找你。鱼是海神的使者，我们就以这条鱼为约。那个利莫里亚人，那天晚上您就是跟他出去的。殿下，您不能再这样乱跑了。我听说，最近在王城出现的潜行者都是利莫里亚人，您和他走得太近，会有危险。怎么了，殿下？啊，殿下，可是三天后是您的成人礼啊。
殿下，今晚就是您的加冕舞会了。公主容貌尊贵，不会轻易示人，所以这些面具挑一个吧。今晚您全程都得戴着。第一支舞是您开场，您要在所有在场的小伯爵里选一位做舞伴，这可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。伯爵们都是不戴面具的，我听说有几位非常英俊呢。殿下这就着急了，放轻松，到时候看到喜欢的直接上去拉住他的手就好了。娜莎，殿下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该出发了。您要先去向国王和王后行礼，再随他们一起入场。省得你送字条，怎么不过来了？下次改进。那你知不知道鱼尾标的真正用法也不应该是这样的？过来，教你。像这样把它握住，我就能感应到你了。这是利莫里亚人特有的联络方式。收好它。干什么？利莫里亚人不是陆地上乖顺的羊。你是不是在想，我今天为什么还是这个打扮？今晚我们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。肯定赶不回来。走吗？怕高吗？算我怕，抓紧往。海神的坐骑。公主殿下，你要去哪儿？让侍女替你去舞会，你这个公主多少有点聪明过头。换好了吗？要不要帮忙？沙漠昼夜温差很大，如果不想白天被晒干，晚上被冻僵，就包得紧一点。
不是什么宝贝。有了它，能让利莫里亚人在这里生活的容易些罢了。好奇，伸手，两只。想喂着玩还是烤着吃，都随你。这算什么礼物？沙鼠这种夜行动物，入夜了能抓一打。张嘴，不是什么只能吃不能说的东西。是在沙坑里烤的饼，面用的是木薯粉，里面掺了骆驼奶。那你觉得我们吃什么？是不是还骑着海怪踏着浪，身后跟着一群鲨鱼和蝠鲼？那么笨重的东西，本海神用不惯。既然没见过海，为什么还对和海有关的事这么感兴趣？难道是梦里？除了这片海，你还梦到过什么吗？海神传说的起点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太阳快落山了，想要的。你不是我的主人吗？利莫里亚人一旦和什么人缔结了契约，是无法违背对方的心意的。我们之间的契约，很早以前就存在了。在海洋还没有干涸的时候，
你果真从没去过王城里。这片喜悦湖在整座王城的正中央，总共流出了8条水路，通往城里8个不同的方向。除了贵族住的内城，又各自分成8条，总共有64条河道流出城外。这么大一张水网，我也不记得是从哪一条离开的了。你说呢？作为一个礼物，不是得看我的主人有没有把我转手了吗？放心，只要我不想，就没有人抓得住我。就算我另有图谋，也会坦坦荡荡。送到了，自己回去吧。不是绘画船吗？奖留给你了。记忆力好，是我们海洋生命最大的优点。还有事？什么都敢玩，沉下去怎么办？我又不缺那2串烤肉钱。满意了吗？那这是另外一半。这么怕水，以后还怎么带你去看海？低头。好玩吗？那你手抓那么紧干什么？明白了，那才叫处心积虑。这么容易就开心，做公主想来很枯燥。看情况，对你第一重要的那个人经常来找你吗？你这不是在回答，是在许愿。今天玩的还开心吗？以前都不算吗？那当初欠你的生日礼物，就算是补上了。再过一阵子，我就要离开这儿了。
去做利莫里亚人该做的事。不是很急，走之前我想再和你去一个地方。出来吧。当年他就是从这里把你放走的，正好海神传说里歌岛的位置已经找到了，你报恩的戏也演完了。专门去海神之心的用不用你决定。那些关于海神的传说你真的相信吗？我是相信你。他是怎么得到那颗心的你忘了吗？如果那座岛屿是利莫里亚灾难的开始，就应该让一切在那里结束。利莫里亚人不可以再被欺骗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但如果错的是传说呢？最近的风太大了，你看城外的沙头都被吹矮了一截。我还听说沙子下面有什么东西被吹出来了。嗨，不稀奇，咱们王城也算是块宝地，不然怎么唯一的水源会在这儿呢？应该算是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拜的不是你，不用紧张。哼，那叫武神吧。那你知道海神当初是怎么死的吗？他被人类骗走了自己的心。干什么？别乱摸。我听得见。
在这种日照下坐在沙脊上，不出半刻，你就可以晒成小人干了。过来。鲨鱼。踩我走过的地方，走在沙山的刀锋上。你歪着身子走干什么？要不要再给你撑把伞呢？安蒙一时半刻还回不来，累了就先睡一会儿。换一个要求。契约也是可以改变的。我没什么事好讲。遇到你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算有意思吗？比如潜行者杀人的故事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复仇没有真正的意义。海洋已经干涸了3万年，利莫里亚人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而已。唤醒海洋，回到故乡。到了。歌岛。最近的风太大了。Thank you.
你想起来了。这个石板，只有彼此缔结过海神契约的人，才可以和他对话。之前给你的那枚鱼尾镖，带了吗？会有点疼。海神书，关于利莫里亚历代海神的预言。说了，海洋最终会逐渐干涸，只有让海神复苏，才能唤醒海洋，所以海神必须亲手杀掉他的爱人，亲手拿回曾经失去的东西。预言都只是人们做梦时的胡言乱语，不可尽信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你愿意还，但我不愿意要。神明的职责是庇佑他的信徒，如果关于海神的传说注定要实现，那么为什么不能由海神来改变这个传说呢？既然结局不可改变，那就从一开始把这个故事抹去吧。很快就会结束了。利莫里亚人的故事必须由利莫里亚人自己来改写。再见了，海神的新娘。
殿下，我本来以为您上次出走后就不会再回来了，可现在您虽然回来了，但您好像被什么人抽了魂一样，是发生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您最近都很安静，也没有乱跑。殿下，您又在对着这条鱼发呆了。您以前说是一个对您第一重要的人送的。公主殿下，您怎么又在湖边站着了？殿下，怎么会有人能待在湖里呢？殿下，你要做什么？您再走的话会沉进湖里的。殿下，您又在想心事吗？最近王城里又有新的见闻了，我讲给您听好不好？听说前阵子那伙潜入王城的潜行者，王城守卫们找到他们的据点了。就是利莫里亚人，最近的刺杀都是他们做的。国王很生气，说要把全城的利莫里亚人都找出来，丢在沙漠里曝晒而死。听说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唤醒海洋，可世界上早就没有海洋了，要是真让他们得逞，洪水一来，大家不就都淹死了？奇遇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好像是很早以前被当作礼物送给您的那个利莫里亚少年的名字。鱼尾镖，这就是利莫里亚人用的凶器。殿下，您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殿下，您怎么了？您今天怪怪的。殿下，还在等什么？我这一支世世代代做利莫里亚人的长老，你这样强行改写海神书的海神还是第一次见。既然舍不得取他的心，那就只能点燃海神自己的生命了。你真的能让利莫里亚人回到故乡就好，有没有海神存在不那么重要。
这鱼尾镖，你不是说已经彻底烧毁和他的契约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但你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吗？想好了？也许有一天，我还是会弯曲你的心。你不是说想看海吗？我们去找经洛城。